得我是个模样啊，哎，能没个蛋。注意看，这个被两个女人争来争去的男人叫做狗蛋。你知道为什么两个美女都对狗蛋青睐有加吗？你是否也想成为像狗蛋一样的男人呢？欢迎来到小哈聊电影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韩国有着赌神之称的高分佳作老千。大家觉得这部韩国版的赌神好看还是发哥的赌神好看？不妨把你的见解打到评论区，我们来探讨下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小哈来个赞和关注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说电影。此时正被两个美女争来争去的狗蛋，就在不久前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人打工仔。能够让狗蛋有所改变的还要从一次牌局说起。那天下班后的狗蛋无意间发现几个人正在打牌，看见桌面上大把的马内，狗蛋终于经不住诱惑加入了当中，可结果却是让狗蛋输光了他3年的老婆本。不甘心的狗蛋回家后拿了姐姐的钱想翻本，可结果就是不到半个小时就把钱又一次输光。当输急眼的狗蛋动起手来时，才发现原来几个人是一伙的，目的就是出老千宰狗蛋这只肥羊。捂脸回家的狗蛋自此开始出入各大赌场寻找几人报仇。由于身无分文，这天狗蛋想打劫一家赌场，在双方争执时，狗蛋被一群大汉围了起来。眼看就要经历一番毒打的狗蛋被一个长有胡子的老头所救，老头绰号胡子哥，是远近闻名的一个厉害赌手。当狗蛋得知胡子哥的背景后，一心想拜他为师，而胡子哥却不愿收他为徒。为了将在姐姐那里拿的钱赢回来，狗蛋对胡子哥展开了死缠烂打。被逼无奈的胡子哥只能随意指着路边的一个男人说，如果你能将这个男人打败，我就考虑收你为徒。一下来了精神的狗蛋直接救下男人走去，结果却是男人毫不留情地修理了狗蛋一顿。本来胡子哥以为狗蛋会放弃，随着狗蛋几次的挑战，男人最后在肚子上藏了一块铁板，终于随着砰的一声男人倒了下去。胡子哥看见狗蛋有如此强烈的获胜欲，也就顺手收下了狗蛋。自此狗蛋开始了他的签术学习。就当狗蛋要出徒的时候，胡子哥告诉狗蛋，韩国有三个非常厉害的老千，一个是脸上有刀疤的男人，绰号刀疤哥，另一个是因为与刀疤哥赌博而输掉一只耳朵的男人，大家都叫他一只耳，最后一个就是胡子哥。狗蛋师傅胡子哥有个规矩，那就是从来赢钱只拿走一半，并告诉狗蛋人不能被贪婪的欲望所掌控，而且问狗蛋什么时候会收手退出江湖。狗蛋随意地答道，等把叔姐姐的钱5倍赢回来就退出江湖。胡子哥带着狗蛋认识了他弟第一个女人大美，大美是一个做局的行家，这次见面只是想合伙签一个将军的钱。当大美从胡子哥嘴中得知这次的赌局是由狗蛋出场时，故意试探了一下狗蛋，结果令大美很满意，并且更为狗蛋俊俏的脸庞而着迷，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。这天狗蛋和大美约到将军一起赌钱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将军很快就输光了所有的钱，最后甚至拿出了手枪。当狗蛋大美3人出来时，胡子哥很愤怒地就甩了大美一巴掌，并且随手把枪丢进河里，3人不欢而散。因为胡子哥很反感大美地贪婪，而这时胡子哥也看出来狗蛋自己并不能合理地控制自己的贪欲，所以胡子哥让狗蛋自断一指，从此退出赌界。拿着刀的狗蛋无论如何也不敢下决心割掉手指，而突然出现的男人顺便还嘲笑了狗蛋一下，而这人正是赌坛的刀疤哥。当胡子哥看见狗蛋没有割掉自己的手指时，出于对爱徒的关心，临走前他警告狗蛋，大美弟贪欲太强烈了，让他小心些。很快狗蛋和大美就利用签术过上了富豪的生活。这一天狗蛋和大美做局签眼镜哥给儿子治病的钱，当眼镜哥钱输光出门的时刻，狗蛋想起师父曾经说过的话，于心不忍下，他又把自己赢的钱给了眼镜哥，并威胁眼镜哥再来就杀了他。可下秒眼镜哥就兴冲冲地回到了赌桌上，愤怒的狗蛋刚想收拾一下眼镜哥，可随之而来的噩耗却打断了狗蛋，原来师父被人杀害了，这让狗蛋断定这一切肯定都是刀疤哥干的，因为当时刀疤哥也上了那辆列车。狗蛋欲给师父报仇，可大美觉得人死就死了，最后二人不欢而散。寻仇的狗蛋中途遇上了小美，很快狗蛋就被小美弟性而吸引，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而另一面的大美依然从事做局的事业，可自从狗蛋走后，她始终找不到能够在赌术上超过狗蛋的人。于是大美多方打听下，终于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，两个女人争抢起了狗蛋，最终大美败下阵来，只能悻悻离开。而狗蛋每天依然出入在各大赌场当中，他托朋友卷毛把钱还给了姐姐，而不死心的大美却偷偷地派人偷了狗蛋的车。因为狗蛋有个习惯，
赢的钱从来都是放在车的后备箱当中，没钱的狗蛋并没有去找大美，而是坐骑从一个冤大头傻强那里迎来了马内。不甘的傻强派人在车库追杀狗蛋，最后在狗蛋身中一刀的情况下才得以脱逃，而自己的朋友卷毛却被傻强抓住，没有办法的狗蛋只能答应傻强替他做事。可在二人坐车前往赌场的途中，狗蛋趁司机不备一扳手敲晕了司机，失控的车子掉入了沟中，狗蛋侥幸逃脱，可傻强却当场领了盒饭。葬礼上刀疤哥出现，原来傻强是刀疤哥的大表哥，当得知这件事与狗蛋有关系后，刀疤哥就通过对大美的威逼利诱再次抓了狗蛋的朋友卷毛，并且废掉了卷毛的一只手。新仇旧恨终于迫使狗蛋出现在了赌桌上，他与刀疤哥玩了几十把，狗蛋一直都在输，每次狗蛋都不跟，中途休息。刀疤哥在厕所里认出了狗蛋，原来狗蛋正是当初想要切掉自己手指的那人。他问狗蛋他师父目前在哪里，这让狗蛋醒悟师父的死与刀疤哥无关，而知道自己师父手被砍掉的只有自己，还有就是凶手，一下子让狗蛋怀疑起了大美，因为他从来没跟大美说过。可大美又是怎么知道师父手被砍的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美才是杀害自己师父的凶手。当狗蛋再次回到赌桌上，他只想快速的结束这个赌局，所以故意发牌出欠让刀疤哥抓住。刀疤哥坚信狗蛋的手里有一张十，可狗蛋却借此来提高赌注，赌手里的不是十，二人赌上了各自的手。当刀疤哥打开牌的那刻，发现原来是一张三，刀疤哥输了，最终付出了自己的一只手。而狗蛋此刻却并没有管这些，而是逼问大美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师父，而大美只想让狗蛋再次回到自己的身边，于是干掉了阻扰他们在一起的胡子哥。最终狗蛋烧了大美所有赢来的钱，放过了大美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列车。可在列车上他遇见了为傻强报仇的小弟，一番搏斗后狗蛋挂在了列车的外面，看着属于自己的钞票从包里飞出。此刻的狗蛋终于看开，放弃了一切，也体会到了当初师父胡子哥的心态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部电影是韩国曾执导过汉城大劫案的导演崔东勋作品。那大家觉得这部老千与发哥的赌神哪部更能吸引你的眼球呢？好了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、点赞和评论，我们下期见。